绍吴涛时尚饭包的自取机。那使用者在要点餐的时候呢，他会直接去针对我们想要点餐的品项，去触控屏幕来选择他想要的餐点。点餐之后呢，我就选择我有现金支付、悠游卡支付跟手机支付的这个支付项目。之后呢，我的机器它就自动会帮我打开我的格子。那我打开格子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是在闪烁的，就会告诉我说我买的这一个格子里面的饭包的商品。这就是我拿到的饭包商品。每种产业它的商业模式跟它的技术含量是不一样的。内食产业它就是要新鲜，然后上架，大家买了以后回去好准备。外食产业你就要走餐饮的特殊化，然后餐饮的体验、用餐的环境，然后用这种的一个模式。那为什么会有中食？中食是因为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快速，你已经无法准备自己的餐，但你又不能天天吃餐厅，那你要吃什么？就是便当，便当就叫中食。所以食物是关键，所以食物的标准、食物的卫生、食物的来源，这些就是变成它的一个产业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你必须要先了解这块的一个产业。你觉得台湾消费者想到便当会想到哪四个字？我认为这四个字可以这样总结：便宜加便利。可是现在消费者因为食品卫生安全的关系，越来越 care 他要吃的是什么。他想要知道它的来源、营养、功能。那从2003年就开始做医化，所以从生产制造认证，包含 HACCP、ISO 22000，这些都是标准的之外的话，我们还有这个 Clean Label。那这个是产业化。那产业化了之后的话，那我就想说，未来便当发展的趋势化，它有几块。第一块呢是什么呢？是餐饮，是零售化。所以我们很早在中国大陆就开始测试用零售化的方式，我们做把便当做成冷冻的便当，然后搭配自动贩售机，然后去贩售。那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种餐饮转零售。零售化的话有两种，一种叫有人贩售，一个叫无人贩售。有人贩售就是像我们现在的 O2O， 另外一种的话我们用无人贩售。无人贩售这个机器呢，它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，它保温，因为很多的便当大家都希望吃到热的便当，我们这个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度，平均我们都会让它拿到手是烫热热的便当。第二个呢，它灭菌，所以它里面有紫外线跟臭氧在消毒。紫外线消毒的话，我们测试过放4个小时变无菌，所以吃到的便当是无菌的。同时可以网络点餐，可以线下取餐啊，你不需要排队，你也不需要怕自己没得便当吃。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各种各样的一个贩售机大概10台左右，但是我们最新的就是这个是最新一代的这种的格子机，我们最近一台放在大直捷运站，然后之后我们会全国开始放，大概今年应该会放到100台。第一个，我们专注，我们只做便当，我们不做任何其他的餐饮相关的产业，因为它很难做，必须要聚焦。第二个，我们的食材真材实料，我们的豆干是非机改的豆干，我们的香肠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没有亚硝酸的香肠，所以我们用真的食材，所以我们才做无添加的这样的，我们用真的食材。便当永远没有流行，所以它也不会退流行。